大家好，我是云林青山2014会长蔡孟炎，非常感谢埔里的2014的会长新华会长给我这个机会来参加 Ice Bucket Challenge 的活动。那我在这边也要指名三个 好朋友，那第一位是我们大冈山兄弟会的余正超会长，第二位是湖尾分会的蔡新威会长，第三位是我们云林青山2014的副会长，也是明年的会长候选人蔡卫士。我现在开始进行挑战，将这个冰块放到里面。好，给你哦，三哦，你讲三二一。三二一。哇！JCI, thank you.